陶瓷的话，我们的工艺的话全部是1300度的高温烧制的，它全部是手工制作，我们的景德镇非遗文化产品。恰逢一年一度的高考，那么说我们的就是在团圆合家欢乐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希望今年的学子都是可以一举高中，得偿所愿。